你们快点走吧，我们不需要你们的保护。这是发生了什么事？为什么小伙伴们要赶走赛罗奥特曼他们？原来光之国里来了几个新的奥特曼，他们攻击力更强，防御力更高，都是配备了最新的高科技武器装备，所以小伙伴们都喜欢这几个最新的奥特曼，不喜欢赛罗他们了。赛罗、泽塔、迪迦，你们这些老掉牙的奥特曼赶紧走吧，别再来丢人现眼了，我们已经不需要你们了，我们有更新更强大的奥特曼，你们赶快走吧，让新的奥特曼们来保护我们。可是就算我们过时了，可是我们还有些光之能量，还能帮助大家打败怪兽。赛罗，你们放心吧，我们掌握了最新的战斗技能，还配备了最新的高科技武器战斗装备，超级厉害，怪兽也肯定拿我们没办法，我们肯定能守护好蓝星的，你们放心离开吧。是这样吗？好吧，小伙伴都不想跟我们玩了，迪迦、泽塔，我们还是走吧。小伙伴们，大家保重，希望你们不要太想我们。月照如星斗，世间的爱恨情仇。